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啦，咁啊 ，Cat 姐乜嚟到呢只，我哋不如开下个罐头先啦。好啦，啱啱第一次讲咗啦，呢、這个咧就系呢个未蒸煮嘅青鱼罐头。嗱，大家喺香港可能即系我哋啲年纪细个食咧，青鱼咧就多数都系醋浸啦、醋渍啦叫做。嗯。嗱，呢个系未蒸啦，咁就我哋嗱即食嘅，哇好多油啊！系，使唔使脱饮咗佢啊？嗰啲油是，留到俾我先。啲油啲人会攞嚟佢送饭嘅。送饭啊，搵老公仔面咯。诶、哎，你一碗咧？我哋試下呢一個先啦，啱啱呢個係十三妹推介我食嘅，係咩？係啊，佢嚟到度，十三妹好熱情，佢喂 ，Cat 姐嚟咗啦，有冇酒飲啊？跟住有冇使唔使食嘢送酒啊？係咩？佢應該叫你做 Cat 妹喎，佢應該係。係啦，咁咧就嚟試下呢個先啦。見到個色咧好靚啦，同埋咧佢唔係真係有時我哋食一啲。傳統的沙甸魚或者魚罐頭呢，可能我們香港人的印象都不太好啦，因為就會覺得是很多油浸啊，但是我喜歡的油一開就這個你聞一下個油，聞到不知道油香是味噌香味湧出來啦，還有看到整罐只有面那少少是油來的，下面那些已經是看到是實滴滴的味噌，即好像我們喝、那些日本餐味噌湯的色啊，你又不喝酒猜猜我豬辣煮魚咧，食魚啦，食雞啦，我咧就一定要食皮嘅。係。唔識處理皮嘅人咧，又唔好話唔係處嘅，又每個國家有唔同嘅處理方法。我都一定要食。我覺得係食咩都要食皮啦。我而家就攣兩塊皮試下先。所以食到我咁肥啊？你有做運動啦，你肥咩咩？嗱，啲內在脂肪都係勁。咩？啲內在脂肪。趁後生好食啦，因為後生要食定啲老咗唔食得嘅嘢噶嘛。我哋都要俾啲朋友去試下。好啊，我朋友，你知唔知啊？攞睇影到啊，嗰度有差。系啊，呢位睇唔到你手嘅。啱啱出面嗰個係，大家要聽啊！呢個禮拜播俾你嘅今朝有酒啦。好啊。就係我有個新朋友啊，佢做特約演員，又有做酒吧嘅，所以佢就好多做有見到啲演員或者行內人，即係圈內人士咧。嘅故事啱啱講啊，所以今朝有首好聽，大家好，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呢、這個星期咁啊，講下咁啊，有條叫孫玉涵勞福局局長咁啊，呢排咧呢兩日係咁對阿陳洪秀咁嘅社工就咁追猛打咁啊。話説咁啊，陳洪秀咁啊之前嘅暴動案咁啊，初初法庭就已經話啦，咁啊即係表面證供不成立啊，咁啊就已經係即係要撤控，完全佢冇罪嘅。點知律政司咁啊就上訴。咁啊，依家就話十二月咧嚇，咁啊就係即係就要開審。咁啊，十二月開審，你咪開審咯。咁啊，期間佢咪繼續做佢社工嘅。孫玉涵咁啊，佢就鬧啦。喂，呢、這個咁嘅社工註冊局，點解你可以繼續俾呢個咁嘅即係陳洪秀繼續喺度做緊社工？點解仲喺你核下嘅咁啊即係咁啊嘅管理之下，仲可以容許佢繼續去做呢個崗位？哇！呢樣嘢，因為甚至今日佢繼續講啦，因為陳洪秀牽涉嘅係一宗暴動案啊，咁啊，即係佢話你哋註冊局嗰邊應該平衡公眾同埋專業嘅利益，咁啊，政策局其實都係政府嘅註冊局啊嘛，社工註冊局都係政府部門咯。佢話其實我一貫嘅做法，咁啊，當你牽涉到一啲 case 時候，我哋會有啲成員嘅即係去投票，只要一個人反對，一個佢反對啫，佢就已經唔可以做。即係表示原本的機制係已經係即係苛刻到不得之了，已經係咁衰，然後你孫玉涵仲要屌喎？喂，我想問阿 Cat 姐，其實佢未審噶嘛？香港講無罪推定噶嘛？你連審都未審，你唔可以因為我牽涉嘅暴動案就唔俾你做依家你份工？人哋一不嬲係有專業佢資格嘅，不嬲係做緊嘅，咁啊口碑都係好嘅。我哋純粹因為佢有政治案件。哪怕你未開判，哪怕之前根本連表面證供都不成立，只不過律政司就窮追佢猛打，搞到又要即係咁啊人哋咯，咁啊又話咁啊再睇多次咯嚇，然後你要人哋連份工都冇埋，喂，今年十月先開審喎，如果呢個係下年、後年先開審，十年後先開審，係咪十年唔使做咧？如果佢轉行，我就算我當佢轉行唔做佢社工，做其他嘅專業，你咪一樣係追住嚟咬，話一樣啦啊咁啊，佢又牽涉到暴動案喎。哇！呢、這個即係已經一二四年啦，佢依家過咗幾年，你仲係要咁樣追住嚟咬？究竟你咩人唔想香港咁啊？即係復常
唔係咯，係咩人唔想咧？即係你又睇到呢一啲咁嘅局長咁嘅嘴臉，勞福局喂你搞掂咗未？你講社工一筆過撥款嘅問題先啦。你搞掂咗咁多年，點解啲社工好似醫護一樣啲事越做越衰？因為你政府本身咁啊嘅資源佢又少，然後啊咁啊再加埋移民潮，好多嘅問題你唔去正視，然後就去搞政治。其實呢個好影響香港成個社會本身，我哋市民階層啦，或者我哋草根階層一個叫做組織性啦，同埋一個對社會一個推動性嘅。點解咁講咧？社工咧，即係我又好現實咁講句啦，佢哋叫死得慢嘅啦，即係死得遲啊。點解咁講咧？我勞工界出身啦，咁就其實你當初嗱有幾個職業咧，就要好睇我接觸到啦。好多職業都好睇政府註冊嘅機制嘅，大如律師啦、教師啦、工會啦、社工啦，呢一啲嗱，除咗社工之外，我哋另外三個界別死曬噶啦，其實，咁所以變咗就即係譬如律師就大律師會自己搞掂自己啦，勞工界就冇曬啦，教師都一齊同勞工界一齊冇咗啦，即係你明啦，咁跟住。其實社工咧就反而因為佢哋個架構咧，點解會死得慢？我覺得係因為佢哋個架構比較散啊。你相對起教師，比起勞工會，比起律師、醫生嗰啲，醫生都係啦，要註冊。總之所有其實所有要政府經證、政府認可註冊嘅一啲職業咧，有好有唔好嘅。以前我哋酒吧界或者飲食界都有諗過呢一類嘢嘅。咁但係 at the end， 譬如可能你日本餐師傅，你都係最後日本。攞日本牌算啦，調酒師可能我哋會有自己美國啊，或者其他自己甚至唔使攞牌啦，我哋行翻司徒制嘅。咁但係去到醫生啊、教師啊、護士啊，或者去到社工啦呢啲，你已經依賴咗成個政府機構去做一個註冊系統嘅時候咧，就好易出到呢個問題，就係、去到一政府一收緊咧，你就即係自我審查地死啦，因為就俾人殺死咗啦。咁其實所以你話預示到社工界。因為社工界始終係冇一個大嘅中心機構啦，得個社工註冊你咁嘅委員會啦，佢始終唔係一個法團，唔係一個機構，唔係一個團體，又唔係一個會，咁就變咗佢冇咗一個，甚至下面啲工會都好多嘅。以我哋睇工會，即係社工都有幾個工會嘅，大嘅有幾個山頭嘅，咁啊變咗佢要統一地去搞掂你啦，或者內部分裂你啦，冇咁容易。所以去到其實今時今日呢一行，以前係一個潮流嚟噶嘛，呢一堆咁樣嘅註冊職業冇咗，點解社工去到今日先搞呢？就可能因為今日終於你有個 post boy， 有一個叫做有一個大人物有名啦、有案啦，佢就終於有藉口啦，一個操作嚟嘅，咁去搞埋你呢個行業咯，我覺得。唉，都係悲哀啊！咁啊 ，cat 只啱啱過。哇，好勁啊！有見到我的手係咪有新紋身？咁好嘅，咁都留意到。好咯，咁勁係啊，真係有新嘅 ，hi 係啊，呢、這個新嘅。哦 ，OK， 咁啊，咁啊有新紋身嘅 cat 只啱啱個母親節啦。你有冇睇下尋日同前日個市道你覺得點？冇乜特別啊。冇乜特別，真係冇乜特別。酒吧嗰邊你啲酒吧唔會啦。你當我張宇仁啲 fans 大家孫女去飲去飲壇咧，係嫲嫲同孫仔飲壇咧。咁啊，因為我見譬如即係受訪問，通常問你係酒樓啦，同埋問啲花店啦。咁啊，酒樓就話晚市咁啊，就啲訂台嗱個別啦，咁啊都係麻麻地。以前佢話上年唔好同以前疫情之前比啦，唔好復上，即係同上年比，上年都唔算好啦嘛。都話今年都係再差咗啲，佢話以前嗰啲基本上已經係最尾嗰兩日你唔使訂台啦，爆曬啦，咁啊 walk in 你唔使諗添，咁啊結果尋晚或者前晚啊夜晚都係鬆少少，你話晏晝嗰啲仲 OK 飲茶啊，早茶嗰啲就 OK。即係我啲屋企人啊、啲 friend 啊，都有啲同事要晏翻工啊，因為可能咁補鐘有嘅，我飲茶多咯，真係。同埋有啲可能飲茶佢平啲嘛，唔使同你食夜晚嘛。冇咁大陣仗啊嘛，即係你星期日嘅晏晝出街冇咁大陣仗啊嘛。同埋母親節其實係一個母親節啦，團年飯啦，咁啊冬至啦、中秋節，其實呢四個係決定啲中式佢酒樓嗰年啊食粥人食飯好睇呢四個節啊。因為如果你母親節都係麻麻地嘅時候，咁啊花店唔使講啦，咁啊第一依家人好興咁喺淘寶佢買花。或者上面買，基本上你佢話少四成佢生意，我今年少四成，下年隨時少更多啊！我哋花啲點解下年就執曬？同埋好多
花店，花店就其實我都有少有少少好奇啦。可能我哋呢啲後生啲唔係好慣，或者都少咗買花，即係我哋呢輩覺得買花有啲嘥錢嘅認真。同埋啲花都唔平啊嘛，你覺得？係咯，即係你話由200蚊變500蚊嘅可能會買，但係都由500變1000咧，咁就係一條數嚟嘅。係啦，咁就同埋我覺得做呢排係好多咗呢一期咧啲。醫管局啊，衞生局啲人咧，成日有吹又話好搞笑。我有因為要做功課咧，我跟政府嗰個 RSS 政府新聞處做啲出 fit 嘅嘛。佢咧呢排咧係咁嗱，五月啦，佢仲寫住咧，我早日見到嘅冬季流感仍然持續啊，小朋友同埋老人家記得要打針。哦，係啊，佢係。我心諗林母親節你先出條咁嘅通告，你仲唔嚇到啲人唔敢帶個老母出嚟食飯啊？我心諗，我真到一帶個孫出嚟陪阿媽。我心諗你即係你個孫又有同學，又話驚惹到啲同學啲人嚟，個阿媽唔乾淨又惹翻你阿媽，或者丟。唔係你都唔係林母親節先出啊？真係林母親節出嘅呢個，我心諗即係你嚇。香港市民都唔好林母親節先嚇，即係政府啲部門即係各自為政啦。你就想谷人，佢又同你講嚇。係啊，你酒樓咁多人㗎，係咯，酒樓廁所你人哋老人家房間細啲，細路又要去換片，咁你又話出邊冬季五月嘅冬季流感仲好勁喎，仲要話。中式嘅酒樓同埋都逼啲嘅咧，你唔逼啲大佬咁啊？點你點維皮啊？係咪唔做多佢幾堂？咁啊，我哋再睇下啦嚇，咁啊睇嗰啲相啦，咁啊講緊咁啊之前五一啊黃金週話上面話好犀利，五月一號係嚟香港成17萬幾人啊，佢上邊，至於我成日都話有咩咁巴閉10幾萬嚇，雖然都十幾萬都算多，平時係11、12萬呢個週，去到17都算好高。啱啱個星期六已經唔係咩長假期，已經冇咩特別噶啦，35萬香港人都不上，一日就贏曬你就話上邊落嚟最多嗰日嘅一倍。一日就贏曬佢成倍，咁啊仲要喎，咁啊仲有好多係因為佛誕嘛，星期三請兩日假就放五日，咁啊然後北上旅行團嗰啲啊一早又係爆曬呢幾日團，咁啊結果尋晚翻嚟嘅時候咧嚇，咁啊啲人係咁嘈啦嚇，因為又逼爆曬冇車啊，咁啊上北喺呢個關口嘅時候啊，咁啊可以去第二張啦。咁啊即係你睇下，又係呢啲全部佢沙甸魚翻嚟嘅時候。深圳灣巴士站又好，福田口岸都好，真係。但係咁樣又唔驚冬季流感喎。呢扎佢坐都傻啦，大佬，我要上去玩啊！你想困住屋企咩唔好啦？困咗幾日，難得可以上面做下大爺，咁啊，算咪咁嘅心態咯。不過真係嘅喎，因為咧，我而家份工咧就喺我要喺會展站出嘅，咁我就喺尖沙咀經金鐘先落翻會展，咁。即係上翻會展啦，如果計地鐵線路嚟講，即係金鐘係總站上東鐵啊嘛，咁變咗咧，其實正常咧，我 expect 啦，我啱轉新工啦，就會覺得喂咁死啦，要搭火車喎，東鐵線咯，即係我哋叫火車啦，咁咪成日每一日轉過由金鐘尖沙咀金鐘，然後轉過一架車，咪見好多大陸人，香港人多，即係或者新香港人多，真係冇乜嗰啲好遊客嘅遊客，有嘅，但係點樣讓佢哋出咯？可能你即係會會展站嘅時候就出去金紫荊廣場，或者喺對面線入咯。我喺金鐘度轉車落去嗰啲咧，好多都講普通話唔係冇新普通話嘅香港人就多。O K， 咁啊，就算係普通話落嚟都唔多啦。依家又咁開放，即係開放多。尖沙咀又多大陸人，但係都係五一嗰幾日頭嗰兩日啦。就真係好勁，嗰個係好勁，但係頭嗰兩日咯，平時勁一個禮拜噶嘛。我連第二日唔知係咪因為落雨咧，本身係第一日喺旺角啲扶手高車咧，哇！真係幾十人排隊，平時得幾個或者十幾個多嘅時候，要幾十人排喎，仲要波華街就慘，出邊就好多人排呢啲雪糕車啊，排魚蛋燒賣啊，排肥姐啊嗰啲，但波華街啲入邊鋪頭好少人。我買翻份 Nike 水鬼落你波華街買咩？成個東門都係。同埋佢都唔幫襯佢呢啲啊，同埋依家距離唔係即係對高消費啊嘛，即係呢樣你都係即係。即係香港都幾大劑嘅，咁啊你可以放多啲自由嘅城市，咩烏魯木齊啊、拉薩啊。開一開啊，唔驚大把位啊！我住尖沙咀我就知嘅，有時我行去海港城啊嗰啲食飯，唔係係有嘅，都多普通跨人嘅，然後佢哋都但係都禮貌嘅，咁但係就我覺得好多空間可以再多啲佢哋咯，即係嗰啲高消費群組以前係連高消費都逼爆你啲名店噶嘛，而家啲高消費係
啱啱好嘅爭啲，即係爭啲先啱啱好。咁咧，你開曬成個中國，我就變咗嗱。正常做生意咧，應該係啱啱圍到皮再爆噶嘛。咁你開曬成個中國就差唔多圍到皮噶啦。佢以前咧驚咧，點解成城市唔開放咁多？驚你香港太多人去啊，六沉啊。咪依家唔使驚啦。唔會啦，我住咗八年尖沙咀都未沉啦。嗰陣時當你已經爭好遠。第二咁啊，已經覺得話嚟到咁多特區品牌，你同香港上面差唔多，唔好講政治法治嗰啲都差唔多啦。第三。咁就算你開放多啲又點？即係政府冇曬招啊！我叫上邊咯，再開放多城市咯，下次又開多佢八個咯。其實你開嚟開去都出呢招，其實呢招對香港經濟有咩幫助啫？第一，佢依家上面經濟又差，嚟到窮遊嘅；第二，對香港都講咗，其實幫助唔大。就算佢住酒店，我咪係喺深圳住咯。其實你香港冇其他招，就算呢招都唔係佢有效。然後就大肆佢宣傳，好似啊，匯姐上次西安青島對香港幫助佢幾大？然後就大肆宣傳，好似咩風高位啫。我見到其實所謂的、如果政府想喜歡要那些的叫做 expert， 即是那些叫做什麼、人才專才 expert 的專才是啦、很多請專才來到香港真的住真的生活真的上班、那些專才呢往往請他們那些公司呢都不是香港公司或者大陸公司、可能是一些、投行啦、或者一些、IT 公司啊一些總之有嘅，我前翻上環係有一啲真係基本上咧，佢嚟坐低啦，同你落單落英文講嘢，直到佢同佢個 friend 傾偈之下，嗰刻咧你都唔知佢係內地人嚟嘅，或者唔知佢係本啲咩咩咩港漂北漂唔知咩漂啦。嗱嗰啲嘢真係專才啦，但係往往請嗰啲公佢哋嗰啲公司我聽咧，一係自己屋企有錢落嚟開下畫廊嗰啲啦，一係就係啲投行。咁你啲投行都走嘅時候，咁你又如何？真係有邊間公司會請到啲真嘅專才落嚟？就上邊都即係香港都係啦，近呢兩年都好多真嘅專才過嚟，唔係落嚟，有分別嘅。過嚟同落嚟係有分別嘅，係啦。而家真係你啲專才就黃晶霞呢扎啫，或者阿何太呢扎啫。我哋再睇一張相啦。好啊。咁啊講即係你香港政府真係連啲小嘢都搞唔掂，只由小事上見微佢資助。咁啊呢張郵票，咁啊政府話要即係郵政局啊推廣長洲太平清朝。我諗啊，人哋從來唔好龍嘅，你張郵票擺上去，嗱抄人哋，後屘道歉咗啦，人哋個省司團都接受佢道歉啦。咁啊，但係依家竟然爭議咗幾日，係冇話呢張郵票要落架咯。咪錯睇嘢嚟㗎，快啲買，大家炒，可能佢仲唔仲貴啲啊？係啊，錯睇有得炒啊！我諗下點解唔落架咧？你明明同埋依家你咪再設計改張新咯，因為佢四張啊嘛，係呢張即係佢錯啫。即係你真亂嚟，連少少資料搜集都唔做，然後冇人佢做把關，即係做咩都求鳩其喎。佢依家係好差，啲字體都幾靚啦。我真係見到你香港真係，唉，搞成咁樣，咁然後再出多一張相。啊，呢張又講咩咧？作家梁利之咁啊，佢話啦，咁啊，中大中文系咁啊，冇獲得佢咁啊嘅授權之下就出版咁啊，即係一啲咁啊。學生在學的作品其實很簡單，你覺得喂他們在我們中大可能寫論文又好 做 project 那些東西，我們中大是有權就出版，但你怎麼都要問一下人的，即是拿人 他授權的。這件事是些網台是非的翻版來的、我就正確他想說，因為已經爭了他這麼多人，其實我見你不要說，我又不好想說，我在參與我在、其他頻道、這個你幫我給十三會聽，我哋個嘉賓我揾唔到，啊幫我俾十三會，如果唔係就叫佢打翻俾佢。咁啊，即係因為我其他我喺圍爐頻道其實講咗三集噶啦，講咗佢三四集，咁我都想喺即係呢邊佢講下啦。咁啊借呢單嘢佢又講下。喂，第一咁啊，好多人會即係質疑啊。咁啊兩邊都有，即係你選擇信唔信啦。咁啊一邊咁啊就話喂，咁啊你話即係陳橋老先生佢生前點點點都已經係咁啊，即係點解死後你先講啦？七年前啦，或者唔一早講啦，都啊，你講咁啊好似冇乜證據。咁啊一邊話阿細良劉細良佢嗰邊咁啊佢更加咁啊你話陳橋老先生係知道同意啊？有冇任何嘅八字級字嘅合約同意書啊類似嘅嘢或者對話記錄攞到出嚟咧？嗱，去到最尾係你信定唔信，但你問我，我當日有個判斷啦。你可以唔同意我嘅判斷，因為我成日諗，喂，初初點解你會出嚟做網台做節目？好簡單啫嘛。你見到世界上發生一啲唔公道嘅事、唔公義嘅事、唔公平嘅事，尤其是你對當權者咁啊，點解我哋會特別係多嘅要求？因為佢公權力，
所以我哋會監察你，所以我哋係會即係批評你。如果一啲公眾嘅事咁啊，去到譬如呢咁啊，樓上呢單都上升到咁啊，公眾嘅討論嘅層面啦，即係等於何太、何伯呢啲咁啊，黃晶娜等等。我哋譬如呢件事去睇一，究竟公唔公道？係你做嘢公唔公道，同埋你哋對譬如喂哦，阿陳橋老先生嘅家屬係貪錢嘅。我嗰啲人講呢啲係為咗標題，為咗流量，係為咗咁啊，即係收共產黨錢係分化。咁你我心諗啦，第一嗱呢件事其實你再睇埋岑以蘭啊，咁啊或者人都話其實生前同阿陳橋老先生查罪，咁啊佢都講過佢即係呢件事係擺咗心好耐。你嘗試諗下，如果佢生前攞出嚟講，會唔會好似今日咁俾你成班人佢批鬥你？哦，你係咪收共產黨錢，所以你啊你啊咁樣啊，人哋幫你出書啊，你多謝佢都嚟唔切啦，仲要點點點？咁啊有啲就會拗翻咁啊，即係誒佢都有佢影過相，但係嗰張相你唔代表佢事前係同意或者知道嘅。即係你問我好簡單，第一啊咁啊，當然你可以即係覺得啊咁啊，陳橋老先生家屬咁啊，佢哋唔夠佢證據，你唔信，甚至質疑佢動機，哇！又話翻加拿大啲芬太尼士啊呢樣啊，佢嗰樣啊，佢等等咁啊。但係你問我呢件事就劉世良錯，咪劉世良佢犯錯咯。你正常係應該要睇翻依家，你應該叫你嘅偶像將呢件事解決。一個大男人要有膊頭，要承擔。啱呢句，我認同。你做嘢唔夠公道嘅時候，其實你係可以同人哋傾翻，問下譬如啲家屬嗰啲事，我哋可以點樣搞，而唔係繼續死雞撐飯蓋，然後啲人側邊啊，即係做咗一啲你哋最口中最不恥嘅網軍嘅行為。哦，咁啊呢啲都係為標題嘅啫，呢啲都係搞分化。咁你唔講啊？99%佢都同行朋友，甚至相處過，由女王探長江東潘去到徐少華。是不是我啲唔即係你唔去自己去檢討下，講嗰啲叫咩退一千萬冇講，冇一千萬冇退，有啲嘢係是非黑白嘅，有啲人好中意中立諗啊嘛，就退一千萬冇講咁冇，而家係我覺得呢單嘢真係冇話退一千萬冇退五十冇講噶啦，我啲 algorithm 即係你知，我都有時唔敢太講，因為我驚有時你知 Facebook 啊，佢嗰啲。俾你睇嗰啲留言，佢會有 echo chamber 噶嘛，即係咁。我本身因為我以前都有睇城大嘅，我驚，但我以前睇城大啲，我覺得佢已經收埋咗好多再狠啲嘅批評都好啦。我就會見到好多有啲係都話即係唔幫佢啦，有啲就係啦，好多我見到反而多啲啊，就叫嗰啲叫退五十步講，退一千步講，可能係咁。我但係我有時我有分析噶嘛，我都見到即係我完全唔係好識佢兩公婆啦，又唔識陳橋老師啦。但我看到唔係喎，有啲嘢可以退一千萬冇講，但我覺得呢單嘢就冇得退一千萬。同埋呢件事其實即係當然我都話係睇你去信邊咧，即係等於有啲話 JPEX 都呃你噶啦。咁啊呢個屌呢個擺明啦，咁啊即係你話係咁啊係咁啊佢做嘢，但呢擺明又呃你。咁但係你係水魚可以唔上當啊嘛，但係你呃人就呃人，唔係兩件事嚟嘅。咁啊，同埋就係、是、喂呢件事其實你問我，你再睇埋越嚟越多嘅口供證據。其實是不難判斷，不過有些人可能你要盲撐你都不要緊，其實你不應該走去，反而就告訴去陳橋老師的家人，即等於東兵的飛行，你不去解決問題，去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去此其一。第二，其實你們口中那些、哦、你們一定是收共產黨錢的分化，好像正正這些說話才去分化，其實整件事很簡單，你錯了你就道歉咯。你錯咗鵪鶉都 OK 嘅，即係你覺得啊，你係喂我係叻人嚟喎，我係即係公開道歉唔得，你咪私下同人哋嘅家屬去道歉，拆掂呢件事，以你嘅智慧一定可以做得出嘅。同埋你話即係本身已經，就算我當成個版權係南華早報，即係等於我喺啤梨晚報佢做嘢。有一日阿啤梨要出一本書，係關於2019年所出邊嘅直播嘅，同埋我最振奮即所評論嘅，理論上佢都要知會下我，大家一齊傾，或者我授唔授權啊？但依家再去到係，就一日有一個叫阿 Cat 嘅，即係阿 Cat 姐，嗰本書出咗啦。以前話啤梨同埋冇出嘅林康正最振奮式嘅集，好啦，咁你就想啊再出林康正最振奮式集嚟慶祝我生日，咁係咪最基本上你都係要再同林康正講一次啊？南華早報根據羅恩惠喺消失的檔案最近嘅追查，咁啊南華早報嘅疏忽啦，咁啊佢就係、是、你攞到 USB 嚟喎，有啲相我哋以前都冇嘅喎。其實在版權上，嗰啲相你以前都冇時候，其實喺版權已經有得拗，在法理上有得拗啦。法理上呢單嘢當然有得拗，情理上更加唔使講添。情理上就係、是、即等於以頭先嘅例子，
無論你出第一版或者第二版，其實你都是要問翻人哋作者嘅同意，甚至參與等等個序，使唔使寫過？其實呢啲係好基本對嘅事。同埋你啲 reference 咧，係咯，你啲 reference， 即係 reference， 西情 reference 都要，佢有出，但係唔係咁 re。你話、reference， 我將 USB 係我嗰陣時咁樣攞嚟嘅，即係你自己 reference 自己嘅，唔冇得自己 reference 自己嘅。因為如果啲嘢唔係你創造出嚟咧，就算啲料喺你個手度，就唔係自己 reference 自己。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寫書睇書係咯。即係佢呢件事，好多尊唔尊重法唔法律都，唉，係啊，好。即係去到最尾，其實已經係好清楚啦。咁你係你話你做漏嘢又好，犯大錯又好，嚴重失誤，定係你即係本身個格唔好啊？定係你恥才腳傲物，所以好多人你睇唔起。我覺得我根本就唔使問佢，可能係呢啲咁嘅心態點都好啦。你咪咩咯？你咪既然呢件事都搞成咁咯，俾人口誅筆伐，你咪低低地捆一煲認咗佢。就算不認，你咪私下同人拆咗佢。點解唔咁樣做？而你啲所謂你同佢嘅網友，你唔單止唔係勸佢走一個應該解決問題嘅道路，係反而就係要繼續同人拗，製造更多問題，只會係令到啲人對你哋啲言論更加討厭。好啦，林元傑啦，我同你做網台嘅共勉之。我知有時我哋可以動員到我哋自己嘅網友去做一啲我哋希望嘅方向。但既然我同你都做網台啦，特別你能力比我大好多啦，我哋要記住就係有啲位謙卑啲，聽多啲網民講嘅，而唔係要動員啲網友去。我覺得呢個係呢個故事就我哋嘅一個學習嘅。我哋牽涉咁多啦，又擺權入嚟我哋，同埋係又唔係咧？但我覺得對自己傾一句偈就係、是、我哋要記住呢個故事，他知唔好犯同一個錯誤。同埋放心，阿倫啊，呢節我哋教不盈利嘅。相對我哋平時都黃標冇乜盈利，費事呢節就話你哋專跟講佢就係攞佢盈利啊點點，我同你講呢節係絕對一毫子都唔收，不收佢盈利嘅咁啊雖然平時佢黃標咧都冇乜數啦，可能即係收兩毫子就變收佢零蚊嘅啫嚇，咁啊咁啊呢件事其實我覺得是非黑白好清楚啦，咁啊就係咁。係啦，各位網台主持同網友共勉之，作為網友嘅人都要。不要盲信你聽，包括不要盲信麥康正，不要盲信我。我哋作為主持嘅都唔好，總之就情緒勒索自己嘅聽眾。有唔同嘅見解，其實我覺得完全都冇所謂，大家咪理性去討論，同埋都唔需要大家完全百分百係每樣嘢都係同一個嘅意見。冇錯，好啦，下次見，下次有靚仔嘉賓啦，耶、yeah! ！